刘嘉凯近日与陈珊妮合作推出全新单曲，引人注意的是在 MV 中可以看见刘嘉凯穿上若隐若现的薄纱，好身材一览无遗。对此他则说到，这是自己对过去的摧毁以及重建，并提到自己以前练游泳，所以胸部练得比较大，那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所以会习惯驼背，后来长成了一个驼背的人。而这次的计划就是希望可以打破过去的自己，用新的角度重新看见自己。 MV 释出后，不少歌迷纷纷直呼身材太好了啦。Bye.